主料：大白菜2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好所有材料：鸡蛋打散，白菜切丝，锅中放油，油热后放入鸡蛋，翻炒均匀，再放入白菜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接着放入盐、味精调味，最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：油热后再放入鸡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